国泰金控携手云门舞集举办的国泰云门随心吧社区巡演，13号接连2天午后，在花莲市中山风雨篮球场热闹登场。希望透过舞蹈分享艺术的力量，并向灾后的花莲表达关怀以及支持。县长徐正伟也入场，与近千位的乡亲一同欣赏舞者近距离的演出。有别于户外公演、大型舞台、社区巡演与云门共舞、深入校园等公共场域，让观众近距离接触舞蹈之美。巡回选曲涵盖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，包括了《苦海女神龙》、《巴哈无伴奏组曲》等，配合云门舞者独特的肢体表现，也让来参加活动的阿公阿嬷们觉得很新鲜。表演起来，感觉安尼介，我感觉因足好跳，啊跳了好，互我感觉安尼足感动的。用那台语歌、经典老歌，然后搭配现代的舞蹈。那个肢体真的很棒，还有肢体真的跳得很美，觉得很好，赞，很好，不错，很不错。第一次看到，第一次看到是不是？对。县长徐正伟和现场民众共同观赏演出，并且上台和舞者们互动。演出全长约有65分钟，没有中场休息。县长感谢国泰金控和云门舞集把巡演带到花莲，用文化的软实力为震后的花莲加油打气。记者刘明胜，花莲市报道。